爸，我害怕，快点来救救我！一知道卫星掉落的位置，就立刻派空军把它找回来。一架迫降的机密 AI 机器人，你是不是捡到一个人造卫星？我如果给你电话号码，你可以帮我找到那个人吗？遇上寻找爱女十年的父亲，这个人叫金干冠，现在开始找着交往。等等，为什么你之前没有告诉我这个人的事？你们有没有告诉我们？这是美国国安局的卫星。为了真相，他决定不顾一切。这颗卫星可以帮我找回我失踪的女儿。请问他最后一通电话打去哪里？他最后拨的号码3789。卫生，李成明领衔主演。走哪里啊？向左转。你女儿当时是在事故现场。你给我再查一次。现在美国的国家情报院正拼命在找他。我和向左里。柔珠最喜欢那个口味。请你乖乖的把卫星交出来。柔珠啊，爸爸真的好想你。周日黄牌影院，来自星星的机器人，10月23日晚上10点，星卫 HD 电影台。